下来是最后一幕，有请丁浩和他的神秘主义诗歌。别紧张，丁浩，你准备的那首诗歌我都已经听过100遍了。丁浩，你可不能走啊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丁浩，我们欢迎你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不用站在那个可怕的舞台上了，那么多的眼睛看着我，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他们笑了。丁浩，你在舞台上做了什么？那里有什么可怕的？不，什么都没有，实际上我想读一些诗歌。你们看那儿，笑笑。我们终于见面了，而且是面对面。你们这些乡巴佬别插手，这是我和丁浩之间的事。我从来都不服从多野怪。没错，丁浩也是这样想的。我们对你的建议不感兴趣，对吧，丁浩？我得走了。这是一个闯关通道，希望它能帮你打败多眼怪。哎，好，你在做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看来你需要到达终点，然后按下那个按钮。很简单，只是他会一直看着我吗？好吧，你必须专注于你的目标，忘记多眼怪的存在。哎，你给我放尊重点儿。摸了他吧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你确定吗？快点，丁浩！我碰到光束会怎么样？要不你试试？千万不要受他的影响，你一定要学会做自己。看我，看这里。首富，小心光线。你得重新开始，丁浩，慢慢来。大家别分心了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你们将是我成功的见证者。别着急，丁浩，我马上就进去帮你。你别听他的，集中精力在你的目标上。我劝你还是别试了，你根本过不了三排。这是要我跳舞吗？
真是太好笑。别担心，丁浩，我们不会看的。我不是建议你们看，你们是我的朋友。嘿，好，好，嘿。他看起来像一只猴子。哈哈哈！太失败了。现在我只有这个目标，继续挑战。他绝对是一只猴子。哇！好极了，干得好，丁浩。坚信自己，不要去想别人的眼光，我会专注于我的目标。多可笑的姿势啊，丁浩，你就不觉得害羞吗？丁浩，我来找你了。嘿，三七零岛屿有很多奇遇，但为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三七零岛屿，快乐在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心灵守护者，我们坚强善良，不再流泪。心灵守护者，只要勇敢就能展翅飞翔，充满自信，不再孤独。快和我们一起来征服。如果你现在不害怕的话，给我们读读你的诗吧。我为什么害怕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。记住，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目标，那遥远的海洋里有一座神秘的岛屿，毛骨悚然的怪物在那站岗，闪亮的水晶闪耀。唐莹，幸亏你及时给了他徽章。去那里吧，我的朋友们，旅行吧。真酷，没想到你读得这么好。唐莹，这一切都要谢谢你，我已经不害怕了。另一个世界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，英雄之间睡觉。